大家好，我是布布恰恰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小红帽的最新力作，没错，就是机械师出了一个超级帅气的金色框框的机械师小红帽，而且它有新的随身物品哦。之前呢，有一个老爷爷的随身怀表，不知道是机械师的爸爸、爷爷还是奶奶的造型。现在要推出一个力包，小红帽可以拿到他的剑，这个剑可以做什么呢？随身物品是猎人的剑囊，到底小红帽跟猎人有什么一腿？为什么不是召唤小红帽的奶奶呢？好奇怪，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小红帽跟大奶奶？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？小红帽为了救奶奶，然后呢？其实这故事我真的有点忘记。总之就是，狼好像想要假扮奶奶，结果被小红帽识破，然后把他肚子割开，塞石头进去还是什么，有点忘记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大野狼过来追我了，快逃！我的猎人爷爷在哪里呢？机械师为什么每次都会获得造型设计的青睐，都会有一些超帅的造型？其实之前阿公的怀表那个造型也不错。哇，小丑又来了，看我甩掉他！这个造型好帅哦，它可以让你身边有一个是爱心吗？有个爱心在你身上飘，所以特效会让你的，会让你更明显，会让你被抓到。这个造型非常帅，我喜欢这种哥德风的设计。我一个神跳抓不到。这个时候，大野狼不断提着他大根的枪来追我，那我的猎人爷爷呢？跟我在这边绕墙，我好像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。完蛋了，一个红绿灯在我前面摇摆来摇摆去，这个设计真的非常帅，感觉要做这个 cosplay 要花非常重的成本。完蛋了，屁股要开花，不要！我这个地方很难跑出去，而且这个小丑还带了一个封窗，封窗要封多久啊？我是刚刚想说我要经过他的时候给他一个回马枪，没想到失败了。看到一张老旧的病床，我就知道完了完了，我要去找奶奶了，不要理我。这个时候逃离，这个时候有机会吗？完了完了，在这个小叮当跟大熊最喜欢玩的水管里面，在这边乱绕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每次小叮当啊，就是哆啦 A 梦，他们不是都会去一个很空旷的公园吗？这样都能砸中，这样是有砸中吗？这样都能砸中，这个监管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和平啊，各位！其实我只是被骗进来这边。有人说里面很多收银机，其实我刚玩第五人格的时候，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敲这台收银机里面？到底是有多少钱？我一个神跳，嘿，快逃哦！这一场怎么会变成我在遛鬼啊？六六六！他真的是追着我不放，好可怕，太可怕了！哇，一个翻板，有翻中人，这次没有砸中他，我觉得是不是要逃远一点啊？封窗也被封住了，这里还有一道墙可以跟着我翻，我来喽，翻墙！哎呦，感觉对面的小丑似乎有一点点累个我，这样我这个超不会遛鬼玩，这样的遛我哇！在我屁股抬高高的时候，被这个大奶奶给直接打到地上去。这个时候，其实这个机械人的造型蛮帅的。这个猎人的造型，我觉得他才是本体吧。这个是什么？算刺客爷爷吗？应该是说来救我的猎人才对。会不会未来也出一个奶奶造型？我觉得鹿头可以出个奶奶造型，一定超级好笑。这个时候不断的自摸。摸摸摸，旁边的小猫不断舔着我的伤口，试着要把我给救起来，救不了了，飞上了气球，好多气球哦！我在学游泳，哇！这时候空军姐姐利用她爱的信号枪救了我一命，我不断散播爱的种子的，试着感化这个小丑，可是我觉得跑不远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快逃哦！这个时候，两道门都开了，而触发了我的心脏直接蹬了起来，往前奔跑。应该不会再追我吧？现在我移动速度有增加，而且小丑还会再带一刀斩吗？再带一刀斩，我会非常危险。嘿嘿，不断的挑衅。这个时候用躺下会躺下吗？好险，移动中不会躺下。嘘，拍手拍手 ，Put your hands up， 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把你们的能量借给我，这一场我要赢喽！其实我一直觉得机械师的这个喷气
长得非常像英雄联盟的提摩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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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我们要到金库大门了，各位。听说摸完所有的提款机，后面就有金库大门。为什么第五人格那时候设计不是我们要破这些提款机呢？破到最后可以来抢银行的大门？这个门后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呢？是有限量的球鞋，还是有什么呢？而且我的手根本就没有在开密码，密码却会自己开，这个是什么超能力？咚咚咚咚咚，我来喽！各位小伙伴就交给我吧，这个是我。我使用过目前机械师最帅的造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那这个时候来看一下队友究竟在哪里，屁股翘高高，等着人来洗屁股。好，这时候开着我的猎人来救我们的空军小姐姐。你刚救，这个造型真的超级帅，可不可以帮一个求生者出这个猎人造型呢？我来喽，救人，好帅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人要过来呢？过来我这边，快点过来！我觉得这个趴在地上的动作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挑衅。这个时候继续使用我的猎人爷爷去拯救我们其他的小红帽。哦，这个是小咖啡帽，我想要摸你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要摸你。这个造型很帅，会不会监管者会认不出来这个是机器人啊？如果在追他的时候，而且我背后还有丘比特的弓箭哦，可以撮合你们哦，各位。又被打到倒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人要过来啊？快点过来啊！我的队友怪怪的，我好想赢啊！先导任务是只要有获胜就获胜十场可以获得一个挑衅的技能，我想要这个技能，快点过来好不好？每一场胜利单排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好吧，那这个时候我该救他吗？喂，这个空军为什么不从另一个门直接逃跑就好了？我试着来救一下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来，我来，在这边跟他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像八点档最后的预告片一样。是谁躲在门后？那哦，我手机要没电了，我再不赶快救他的话，为什么我手机没电？我来喽！提高100%的救人时间，真的太困难了，魔术师啊，魔术师。魔术师真的太难救，我是不是要出去救他一下？我身上没有什么道具，这边也没有箱子可以开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而且我头上已经出现了乌鸦，准备要来吃我的爱心粮食了。快走啊，空军姐姐，你出去我们就赢了，你不要这么执着救他，他真的太难救了，好吧？小丑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过来，那我就先逃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神奇队友，哇，真的是莫名其妙耶，刚刚他怎么逃跑的？好吧，那今天呢，小红帽的快乐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有一个很重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喉咙有点沙哑，可能是冬天冷的感冒。那最近天气转凉了，大家在外面也要记得穿保暖的外套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下喜欢与订阅钻金飞尼克的爱的布布恰恰，订阅50万有你有我，谢谢你看完今天的影片，拜拜喽，各位。